出来的车子，我们的花，还有摄影师，还有客厅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客厅。准备上班啦，看看天气有多好。等我们出发的车子，我们的花，还有摄影师，还有我的客厅，我们的家。这一次呢，在准备二宫，对，是一首大家意想不到的组合，意想不到的歌曲。大家敬请期待一下哦。我们的客厅，我的房间在二楼。拜拜，我们要出发了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